周深真的能逆风翻盘吗？周深即将开启奔跑吧11的奇幻之旅，我们即将在弯腰娱乐大众的综艺中再次看到周深的综艺天赋和听到直起腰就能唱国泰民安的周深歌声。有网友爆料称，奔跑吧11已经开始录制，周深与李晨、郑恺、沙溢、白鹿、杨颖还有新成员范丞丞、老成员宋雨琦已经开启了奇幻旅程。周深堪称华语乐坛的捧哏天花板之一，除了唱歌，做游戏和搞笑也是极其认真的。周深说，新一季跑男要逆袭成功，这一季不是周深，是奇幻周星星。周深说自己在节目中都是袒露真心，就是不知道兄弟团会不会相信他。其实我想说，周星星不要再随意的相信别人就好了，还有千万别好不容易有个身份就随意透露给别人，也不要被别人换了身份还不自知，哈哈，毕竟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相信这次周深在奔跑吧又会带来很多的搞笑名场面，只是不知道和新老成员是相亲相爱还是相爱相杀呢？真的能逆风翻盘吗？确切的消息，奔跑吧新一季将于4月23日起每周五晚20点20分播出，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又可以每周五晚上看到周深了，你期待吗？